视频呢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眼泪妆的过程。这个眼泪妆呢，其实2月14号情人节的时候，我有发一些照片。那个照片呢，我当时画完之后，发现这个妆还蛮好看的，然后也很上镜，拍照片也非常好看，就想说要拍一个视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画这个妆的过程。所以今天这个妆你们可以喜欢。然后喜欢的话也可以学起来，上视频了。 OK， 我会先擦一个护唇膏。好吧，原来我是已经用完了。然后打一个隔离，我用这个隔离。先遮一下，然后我会用这种小的刷子给它上一下，把那个眼窝的那个地方遮一下，可以看到。这是还没有画的，这是已经画的。我妈在呼唤我的猫，这边也用同样的方式把它盖起来吧。我喜欢用这一款打底 ，Fenty Beauty 的1070号，我觉得好好用，因为我特别爱 Rihanna， 超爱她，所以她以前。那个跟 Puma 一起出的系列，我也是，我在我能消化的那些衣服鞋我会买，还有那些首饰那种装饰品什么的。然后自从他出了 Fenty Beauty， 我就试过之后，哇， amazing， 大爱。用力的在你脸上拍匀它，又是一个 Fenty Beauty， 对 ，Fenty Beauty 的这款阴影，真像，我超爱它这个设计，因为都可以粘在一起的，而且这个是 Amber。三个 Fenty Beauty 的，也是 Fenty Beauty 的，然后细细的，我很喜欢它这个刷子，哇，它这个刷子太赞了。我会把前面先留出来，因为等一下要用刷子刷比较自然。像拿一个钢丝大头刷，这我超喜欢用这个，可是我的这个坏掉了，可以看到吗？然后画前面的眉毛，这样子就比较自然一些。
个这个的胶，把我的眉毛眉头这样刷上去，就看起来是那种野生眉的感觉。好啦，我的眉毛完成了，野生小眉毛。嚯，谁用过我的刷子都是亮晶晶的，是吗？这叫什么卧蚕，这个就很重要，我觉得很重要。有了卧蚕，自从知道要画卧蚕之后，发现画了卧蚕，我的眼睛看起来就不会那么凶了。然后以前我的妆都是，然后我的眼神看起来很凶很犀利的样子，因为舞台需要。然后呢，神奇的一步就来了，这个我会用到这个睫毛夹，就是一个铁的睫毛夹就好。这个夹子呢，正好是你的，正好是在你的那个眼窝这个地方。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成功，我没有这样画过。然后呢，眼线部分呢，我个人比较喜欢用那个眼影，深色的眼影，我是用 Chanel 的一款，然后用这个颜色去画我的眼线，然后用这种超级小很细的刷子，在淘宝买的，不要太好用，我的天啊。看我两边，一个是画上去画出来一点的，一个是没有画的，就两个那个双眼皮前面的那个差别就很大，所以我都会前面再画上去多一点，也是一样 Fenty Beauty 的 Fenty Beauty 的一款粉色的超级闪的一款，然后给它填在这个中间空白的地方。下面眼线下面呢，就眼头这里加一点透明的小的睫毛夹。我真的个人有学过美妆博主，就是夹翘下睫毛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我根本夹不住它，太可怕，我感觉要怼我眼睛里面去。然后我会用一个白色的睫毛膏先把它定型。然后我就会用我朋友做的一个睫毛膏，软胶做的一个睫毛膏，是两管一起的，这个大的呢是黑色的，然后这个是那个白色的纤维，就是这样子，全是纤维。哦，这个睫毛膏就是这个黑色的，然后在它没有干的时候就刷一层薄的，这个纤维刷到上面就会变成这样子，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再刷一层黑的。下睫毛画之前呢，先给这个眼睛后面我会加一些深，再深色一点的。刚刚那个干净的刷子把刚刚那个粉色的
画一点画在这个眼头这个地方。用这个对下眼线这个地方贴一点粉色的眼珠的那个地方，就是会有那种带美瞳的效果。然后就是画下睫毛，我会用一个小的睫毛膏，它的刷子我给你小的。OK， 下睫毛也画好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会看到其实我的睫毛，我的睫毛画完了之后，发现我的眼线其实不是很丰满，对，比较小。那我就现在开始来加眼线。一般画完睫毛之后，都会看到眼线会比较不够。然后来画腮红，那个花，对不起。购买到的，然后这个是贴睫毛的睫毛胶，你看它像，不是没有关过吗？为什么干掉了？妈妈呀！等一下我来处理你。然后我就先最上面的那一粒选择两粒大的。One, two, three tears going down. Ooh.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歌。然后今天我的唇色选择的是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用笔描一下。瞬间变性感的然后这个是 MAC 跟故宫好像一起合作的吧，然后里面是一条龙，舍不得，我就用它龙珠上的珠光，舍不得用。哇，好赞哦这个。OK，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。虽然过程有点坎坷，可是最后还是把这个妆画完了，完整的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喜欢我的视频，谢谢，拜拜，下次见，下个视频见哦，拜，不要太想我。